那是上来先前手。对，哇，第一脚就踢到了裆。好，哦，右手拳直接击倒了，宋克南连续打击，我们看，阿尔弗金人叫停了比赛，哇，哇，哇，对手啊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，啊，阿尔弗金人叫停了比赛，顺杀，这个秒杀，哇，这是要宋克南的顺杀。这边我们看到好像听到赫伯迪恩说对手拍了所以才叫停了比赛啊，对手也是说啊很棒很棒，我也是非常的惊讶。视频前的你如果在男性持久力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79。后边 DN 及时制止了这场比赛。